necktie. This is kind of stand out, more aggressive. Try to stand. The appearance will be 原来的漂亮多了。这个你看，正好跟 fan 的太出来我也不喜欢，太出来了那个泥土就要翻上来了，开车子。所以这样的话很好。OK， 三个换好了，还有最后一个。这个你看，那个就不是在那个轮胎就太进去了，它就没有出来。前面那个你看到已经是出来了，后面这个，这个的话就正好看到轮胎，这个 step 漂亮 ，nice。今天呢是做一个这个 hinge， 这 jack 是它的后面啊，它这里没有那个 hinge 啊。然后可以自己装一个，如果以后拖动下什么就方便了。这个是那个 Class 3的 hinge， 可以 suppose 可以拖4000磅，啊。OK， 啊，你看啊，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它拿出来了，是它本来是这个，就是等于是推进去。就 lock 住了，所以要先把这个推进去的这片先拿出来，然后它一共有一个，这个轮胎有点挡住，轮胎有点挡住，所以这个轮胎我们要 low 一下，轮胎往里面推一下，然后就有 enough space 就可以把这个放上去。我们现在要把轮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washer 这个带 washer 跟这个螺丝拧上去，这 washer 这里有一点小的缺口的凸出来的，它是防止它会松掉，所以要把这个对着那个 hinge 这个小的一口的对着 hinge 把它装上去，四个我们先把它一个一个都旋住。 OK，先用手慢慢拧上去，这个时候不能用力，这螺纹不能错。它这个好像扫掉了这一片，它掉了之后啊，这个扫掉了这一片之后啊，好像看上去不是很好看。我准备还是把它再剪掉，把这两片再加上去。所以先移一下，大概是这样。OK， 装了一个这个 slider， 也算是一个 rock slider， 是那个 departure angle 可以高一点了，然后也是一个 step， 后面有了 hinge 之后可以装一个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后面 departure angle 不够的话，后面那个 plastic 它可以 protect 这个 plastic， 所以它有这个 rock 就从这面在下面可以 slide 过去。这东西不错，在 Amazon 上面就有买，上面你也可以站着，很老。现在装了 space 之后，可以看得出，这轮子现在是在外面，在 fan 的外面，正好在 fan 的下面。所以我觉得这样正好，
所以车子的话如果开起来的话，泥土它不会长到那个车体上，正好给 fender 挡住。然后它那个轮子出来的时候，这个四点看上去是比较 aggressive， 那个 appearance 比原来的好多，虽然只有一寸一个 quarter， 但这样看上去